In Navi 咧，除咗可以睇极光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雪地活动俾游客亲身体验。咁我咧就拣咗个纯碌拉雪橇嘅体验，咁就要去酒店隔篱嘅报名中心报名先。同职员讲你想报嘅活动，佢就会帮你打电话问仲有冇位，然后填好名俾好钱咧就得噶啦。咁今次我哋呢个纯碌雪橇体验咧，就系每人139欧罗嘅，咁咧就包埋呢啲保暖嘅装备噶啦。咁咧而家咧我哋就着完之后咧就咧搭呢个专车咧去体验嘅地方，大件啊！大约五分钟车程就会嚟到我哋嘅目的地，一落车就会见到纯碌门咧等紧我哋啦。我哋拣好坐边架车之后咧，纯碌牧人咧就会帮我哋冚上毛毡。我而家咧上咗呢架碌车啦，前面有只碌噶，好得意啊，好正啊！呢个环境哇，好似睇戏先见到咁。我而家就身在呢一个处境里面啊。佢咧就唔似雪橇狗咁咯，佢行得咧唔会好快，哇！佢一路行一路屙屎啊，咁样。哇！加速啊！好玩啊！本身咧，我觉得咧139欧咧一个人咧有啲贵，但系咧我而家玩咗可能十分钟左右咧，我觉得好值得啊，好好玩啊！身为一个亚洲人，真系好难可以感受到呢一啲活动。所以有機會大家一定要嚟試一下。哇！有條車路，哇！而家我哋喺個中途站嗰度休息啊，都同啲碌影下相。純碌咁得意 ，Facebook 壓拉冇難度。琴日去完個博物館咧，就得知咧，如果嗰啲主人咧點樣知道嗰只鹿係屬於佢嘅話咧，其實全部都係喺個耳仔度咧掹咗幾毫嘅，所以咧而家見到咧佢個耳仔嗰度有個牌啊。另一方面咧，純鹿牧人咧都會準備咗一個休息區俾我哋，鹿仔咧都要休息一下，大家圍埋一齊傾下偈，識到新朋友梗係交換 IG 啦，飲下果汁。吃下点心，好 warm 啊！整个体验大约个半小时，是一个好难忘、好开心嘅体验嚟啊！有机会嚟到北极圈嘅地方咧，真系要体验一下。用 CMHK 嘅非常环球服务计划，一个月费就可以在欧洲、美洲、亚洲75个国家或者地区入边数据共享，真系够晒方便啊！另外仲有非常亚洲同埋非常大中华服务计划，咁就可以按个人需要拣个适合自己嘅 plan 啊！下一集系我留喺 In Navi 嘅最后一晚，想知道我点样把握最后机会睇极光，记住睇啦！